30天学会自然拼读，今天教你一个口诀搞定元音组合的发音规律。两个元音排排站，谁在前面谁说了算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两个元音的字母组合里，我们就发第一个元音字母的本音，也就是字母名。比如说字母 A、 字母 I 都是元音字母，那么 A 站在 I 的前面，所以我们只用读 A 的本音 A， 所以这些词就读作 Wait、 Rain、 Train。 同样的 EA 组合，字母 E 站在 A 的前面，所以 EA 就读作 E、 P、 T、 Leaf。 下一个 EE 组合，同样字母 E 在前面，还是读 E、 B、 C、 Weak。 IE 组合， I 在前面，那就读 I、 Pie、 Tie、 Lie。 OA 组合，字母 O 在前面，就读 O、 Soap、 Goat、 Boat。 OE 组合也是 O 在前面，也读 O、 Toe、 Ho、 Joe。 UE 还有 UI 都是 U 在前面，所以读 U、 Hue、 Fuel、 Juice。你都学会了吗？学会了，给老师一颗小星星吧。